大家好，这里是 Home and Summer Kennel， 我是三猫。今天要在家里露营和猫咪一起吃烧烤。好耶好耶，那我们就开始先做猫的部分吧。露营小白准备好露营了吗？小白期待吃烤肉吗？朱老师，我们的墩子正在切菜呢。哎，备好了吗？墩子偷肉，凡哥只准州官放火，不准白老偷肉。凡哥已经脑补了1000种吃这个牛肉的画面。这个是鸡腿肉，烤鸡腿肉。偷肉就是坐立不安的凶手。三人成虎，准备为虎作伥，来了一个大胖头。抓贼了，快点回来。底下还有个游击队小少年。白老师以为给他吃的。不是给你吃的，这是我串好了放在这儿了。本来是走了，我这个也走。走吧，飞哥，不要耽误你妈穿肉了。这是葱花，这个是酱。走了，烧烤去喽。开烤，开烤。小伙子吃海椒不啊？吃不吃得辣哦？要不要葱花？不敢抹太多，油抹多了，这个猫吃很腻。哦，要不要帮忙一起烤？好了，撒上一点点葱花啊！开饭了，把这个尖尖给剪了。你吃饭了，快，你不吃高音就要来了，吃啊，对对对对，太给面子，我取下来给他咬嘛，用牙用牙，乖。我感觉栏目精这个要失败了，给面音都不吃，太难得了。哎，吃了，吃，完了，失败了，失败的妈妈，就指望你了，走了，给我个面子，你听我说，我给你撒点葱花，完了，葱花不管用了，为什么会失败呢？总不能因为我抹了油吧？二哥，白老师还服服实实。好吧，小虎哥，妈宝男愿意尝试一下。只要你张口吃，他这辈子都感谢你。不是给你吃的。哦，你扔到他嘴里了，以后要给你递个功勋杯。哎呀，吃了。想不到。不愧是你啊，白老师，给面子表演罢了。你看，谢谢你啊，白老师，你大功臣啊！现在居然要吃完了，给你的好大儿能不能给你惊喜？这是白老师吐出来的分儿。哇，我真棒，好棒，好棒！我觉得也不算失败了。哎呀，不是个嘎嘎吃啊！哦，他居然把那条长条的全吃完了，饱了。
不错不错，也算给面子了。一起钓鱼，快来快来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做人的部分吧。这个是五花肉包荔枝，俗称荔枝五花肉。葱煎鸡腿，雪花牛柳，准备烤猪皮了。烤猪皮，嗯，年糕，这个是猪皮。你刚应该看呆了，他说你今天白天烤的时候咋不是这副做派呢？你看滋滋冒油，哇哦，那年糕里面的芝士露出来喽。严格听到啊，好香啊，当着年糕的面吃年糕。来，我吃我的荔枝五花肉。来来来，试一下。哦，葱煎鸡肉，嗯，好吃惨了。好吃惨了，蘸点辣椒面。嗯，来吧，干杯，干杯。猪，发现了什么？嘿，哥俩好啊。嗯，怎么像是两个傻兄弟呢？嗯。